我不吃，你听不懂是吧？这份刺身298，你一片都不吃。我的工资交完房租只剩下4000块钱，你考虑过我为了跟你在一起每个月都怎么生活的吗？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都养不起，他就没资格谈恋爱。我们结婚吧，我现在跟你求婚。不可能，不答应你这辈子都别想。你还真会挑时候，换个时候你就会答应吗？我买了1000朵玫瑰，拿着钻戒跪在你面前，你就会答应吗？现在根本还不到谈结婚的时候。那什么时候可以谈？你有结婚的基础吗？你是有车有房还是有存款？我吕小燕就算再混，也不可能找个比我前夫还差的吧？你不说你前夫是个混蛋吗？他是个混蛋，但我也不会找一个连混蛋都不如的人。我还有绝对不能放弃的东西。你说的是钱吗？不要瞧不起钱，更不要瞧不起瞧得起钱的人。这有些女人啊，她可能喜欢你，但她不爱你。她可以爱你，但她不嫁给你。就算她嫁给你，但她不给你生孩子。她万一给你生了孩子呢？这孩子也不是你的。你明白兰姐的意思吗？明白，我明白。